因为乡下地方什么东西都是自己来，要稍待一下，我那个油温刚刚加油。星期二、星期四在关山，对，在池上。在走，星期二、星期四在池上。对。其他时间在关山。对。卖几个？啊，不能说国税局来查账。还不到那里啦。营业时间几点到几点？我大概两点半到六点。一点点。因为乡下地方什么东西都自己种哈，就会比较便宜呀。嗯哼。还又不用房租。真好。你没有吃过？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关山？昨天去那个关山刚好看到。昨天我没有开，好不好？我看那个 Google Map。啊。来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老板。